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董杰安。今天我要教各位如何用 崩去 这个手法来弹奏所谓的演奏曲。崩去 是一个很容易弹奏演奏曲的一个方法。我们只要找到了旋律还有和弦，并在适当的位置把这两个组合在一起，就可以用 崩去 这个手法来弹奏简单的演奏曲了。那么现在我要用圣诞歌曲这首歌来示范给各位看。